中国节，亦是中国特有的民间手工编结艺术。它以其独特的东方神韵、丰富多彩的变化，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。它历史悠久，并影响到周边国家的装饰艺术，被用于结绳记事、一系词，记载上古结绳。二者后舍圣人一遮一书器，是为文字的前身。中国结由现货神编成，每一个基本结根据其形意命名，把不同的结社互相结合在一起，或用其他就有吉祥图案的事物搭配组合，就形成了中国结，如吉庆有余、福寿双全、双喜临门、吉祥如意、一路风顺等组配，以表示祝福或祈求。中国结有十一种基本类型，梅花结、圆遮锦结、盘扣结、双连结、十字结、平结、千花榜结、盘掌结、吉祥结、蝴蝶结、早锦节。